我是城邦军 Andie。在正义武馆里面呢，我饰演的角色呢叫做欧剑锋，每天只会绕着女人团团转，没出息的像夏老。再说一次，又想打我啊？没出息的像夏老。在戏里面呢，他其实在寻找被师父袁振飞的接受，可是他一直得不到这个认可，因为出身卑贱，所以就让他有很多被压抑的情绪。欧剑锋在练武场上伤害同人，从今天起你不再是袁门的弟子。正义武馆呢是十年难得一见的武打戏，在里面呢的打戏有多过100多场。我需要学会怎么用这个武器，叫做九节鞭。葛平老师是用三节棍，所以这两个武器都是软兵器。软兵器在动作片里面呢是属于最难去安排、最难去控制、最难去设计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支持正义武馆。正义武馆12月5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7点，8频道。